想和多多一起去森林里摘音乐苹果，但公主不喜欢把自己弄脏，对吗，公主？我也不喜欢。你想让我们给你看娃娃？你们得保证会好好照顾他。好啊。你们保证？我们在此郑重承诺，一定牢牢看好公主，双重保证。就现在，闭眼射门！哇哦，耶！哇哦！哇哦！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射门手！聪明又智慧的国王在路上的路上，啦啦啦啦！哦，公主，一位公主驾临果酱星球，为什么没有人告知本王？本王的日程安排呢？你好啊，公主，我是万物之王。王室仆人应该告诉我你将驾临才对。取消本王所有预约，公主将要享受王室礼遇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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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找到一个大苹果，快看！啊，我们给忘了。我们的点心时间。不是，我们把公主给忘了。不见了！你们好啊，公主在哪儿呢？我们让公主自己去买一顶新的皇冠。挺好，等我洗完就来接她。我们要怎么办啊？你降临果酱星球是有什么要事吗，公主？哦，秘密，对吗？我喜欢秘密。真是一团乱。这里就是王室厅，我在这里处理重要的国王事务。国王，公主，来自伟大的果酱星球最遥远的边疆，一头全宇宙最不可思议、最有趣、最能吞噬一切的生物，请允许我向您介绍银河火鸡和它绝妙无比的银河火鸡舞。我不是很有把握，贝贝。默默，发自内心扮好一只银河火鸡，我们必须救出公主。看看这只火鸡。到此为止，这支舞蹈看得本王都饿了。来吧，公主，随我到王室餐厅。啊！啵啵啵啵啵啵！嘟嘟，给我们活泼的表演者一些奖励。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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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跳了！靠靠靠靠！哦，这种水果看起来真好吃。你必须尝尝这水果。
公主被绑架了，召唤嘟嘟。看起来营救公主大作战圆满成功了。耶！这不是公主。哦不，这可不妙啊，贝贝，太不妙了。也许这不是件什么大事，我根本不记得之前保证过什么。我们在此郑重承诺，一定牢牢看好公主，双重保证。我们必须到城堡去，现在。那好吧，嬷嬷，我们得做点什么，就从顶部入手。我的计划很棒吧？飞到那扇打开的窗户前，找到公主，然后出去。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是不是太吓人了？别担心，亲爱的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嘟嘟袭击！要坠机了！有人攻击，快躲起来！公主，贝贝，摸摸啊，公主！哦，现在安全了，危险已经消退。在我因攻击而暂时无法行动时，你们拯救了尊贵的公主。你们如何称呼？贝贝。那你呢？你是公主的女仆吗？嘿嘿，才不是，公主就像我的小妹妹一样。又是王室，快献上王室礼遇。想和我一起玩王室电子游戏吗？不过公主不喜欢打游戏，替我照顾好公主。停！给我善良的英雄们一个奖赏。起码这一次我们能做到我们保证的。让我们来学习怎么跳绝妙无比的银河火箭舞吧。第一步，动动手臂。第二步，伸伸双腿。第三步，转转你的头。好了，我们来复习一遍。好的地方，适合王室午睡。